职业出道赛，他是周伯君。在我们蓝卫教选手，他是穿着蓝色短裤，这是他的职业出道赛，他是李真学。现在我们交由台上裁判 Mr. Surat。 OK, don't do any foul, obey my command, I say stop, you stop, and I say break, you one foot step back, and protect yourself on the time. Good luck, let's go.比赛来到我们的第二场，其实是第三场，因为第二场就是取消嘛。对，那这一场是也是职业出道赛，周伯君对上李真学，这场也是我们的新人网的决赛哦。他们超年轻的，一个16岁，一个18岁。对，李真学18岁，来自于明德高中，而他的对手红方周伯君来自于百灵高中。哇哦，双方现在近身直接开打哦，没有再给你的热身的，直接做一个近拳切换啊。双方很特别哦，他们是同一年呢拿到全中运的金牌，但是一个是国中组，一个是高中组哦。没错，感觉上就是学长跟学弟互相打架。对，而且是都是冠军啊。哦，刚刚有一个有效的 body。哦，像李真学继续进逼周伯君。是刚刚对决的效果呢？哇！有打到有效哦。发生什么事？哇！刚刚有李真学直接腹部一个腹部打击哦，KO了周伯君，直接让他跪了。哇！现在应该要直接终止比赛了哦。看起来周伯君是没有再战的这个战斗意志了。现在在呼唤医生来检查哦，因为毕竟是一个新人王的挑战哦，所以对于选手是比较保护的。没错。哇，但非常意外哦，李真玄才热身没多久、哦、就直接一个腹部打击把这个学弟给打趴了。对，但是李真玄也呼吁叫现场大家帮忙加油，希望周伯君能够OK, 比赛在第一回合的一半的时间。对，想不到才进行了一半呢，就李真学就用这个腹部打击呢 KO 了周伯君。难不成这就是2年的差距吗？对，说实在哦，如果2年差距对于这个年纪来说啊也是非常大的，不管在肌力还是技术上啊累积上会有一点的落差。而且伯君才16岁，基本上就还是高中生。对，但是李真学其实也是啦。对，只是他今年可能就已经升大学了。对，感觉上两个都还有非常强的成长空间。是，但是赢得我们这一场的这个新人王挑战赛呢，可以挑战我们的新人王的头衔。那看得出来，这一次是18岁的李真学获得晋级。刚刚那个腹部真的抓得太漂亮了。是，我记得你以前也是这样打我。其实腹部攻击就是很容易剥夺这个选手的意志哦。确实，而且打中这个腹部的话，在很多。在我们宣布比赛结果之前，我们邀请 Flashdog 创办人 Peter 以及我们赛事总监曾总上台颁奖。比赛结果，在第一回合。0分57秒 ，TKO 获胜的是李真学。